大家好，我是郝三。快过年了，今天陪老爷子去办一件大事。我爸打工一年，工头发工资了，给我爸打到了工商卡上。我们这只有邮政银行，带我爸去县城取一下。我给你当保镖啊，姐姐。我当不了，我等会给你当保镖吧。走吧，今天正正啊，走吧。工头怎么到了建设的？到了这才准，做卡的准两回动的，做卡的总共还要3万4千块。哦，是不是还要月供应了钱呢？嗯，到下来可抓给你。就去抓你了，国家人不赶紧抓给你。又咋了建设？又咋了2万？那咋整吧？要走啊，要啊，爸爸走吧。要几分？要六，要六吧。要六吧。六，爸爸走吧。他啥时候啊？来还你吧，哈，走。这东哥很平常了吧？投了20块钱。嗯，我不觉得你没吃过，你让人把握给了粥都好吃，不像那请你吃一顿啊。菜肉太多了。你吃吧，你吃饱就中。他都在工地，大家早起吃吧，3块钱就够吃了。好不好吃呀？好吃倒好吃，我发个闷都行，工资可贵啊。你吃吧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嗯，回家吧。啥上回了？不吃上回啊？嗯。哎，乖了，挣钱啊！人家人多，这样这样都是国家的嘞。人都还不差了。没有嘞，人都就回来工作就不会再下车啊，房来设备了。再下车了，回来就吃中午饭做饭家了。哎呀，我很抠的。哎，坐吧。